下的电话，遇到了同样的教练，又走在同样的房间，熟悉却陌生的感觉，只怕他什么都没改变。就当我运气加持，做个梦都梦到了他，当时就该有了他。It's true, not what I want. So please tell me what you think.